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九二说频道，又来了一月一度的怪物预转蛋。说、so, 今天我的大号解卧就是已经 level 5的怪物预了。说、so, 今天是6月30号，刚好在最后一天的时候，终于 level 5了。说、so, 今天的加成是由这个月的。加成是有蛮命兔 LTD 跟这个马主，不过我的号是已经中了啦，希望不是中的，希望不是中这一个啦。不过那些，想中了就祝你们好运。この星に生まれし全ての命の母たる海が再び汚れなき姿へ。キュピア。我的大号玩了这么多年啊，怪物与小龙从来没有中过，除了我的小号有中过一次啦。所以就看这一个月有没有那个运气啦。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抽。Strike Shuffle 7500分会拿到什么？我没有看过这一只哦。どうだトラマル、私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？不错，没有看到重复。見ていて親父殿、これが私の槍働きだ。五勇之五加藤清正可以打木爆。天下の名城ここにあり、難攻不落の熊本魂。技术级反重反魔法阵。OK， 所以现在我转去另外一个号。Hello， 欢迎回到来 Lucky 号。所、so, 以现在我就帮 Lucky 号抽这个雷。我是很可惜的是，今天已经是6月30号，我来不及 hit 到7500分，只能抽到雷沃4的转蛋。所、so, 以现在我们就来看雷沃4的转蛋会抽到魔啦。OK， Strike Shuttle。熟哦，这只好像很旧的怪，哈米尔。OK， 欢迎哈米尔来到我的图鉴，可以打光爆。OK 啦，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哦，刚才雷沃武士还有送多一个果实成长剂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